平妹妹。你哪位啊？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啊，是哪个小王八蛋惹你了？我替你出气。是一个叫孔雪莉的狼心狗肺的小王八蛋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王八蛋啊。离我远一点。哎，这两天我没有过来看你，你是不是非常非常想我呀？我非常想把你剁进馅儿里。真的？那你是不是要吃饺子啊？讨厌了。那今晚是你家吃还是我家吃啊？要不要一起和面面？滚！死人了，死人了，甄嬛被僵尸咬死了。你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哪里有你，哪里就有我，我就是你的跟屁虫。僵尸会咬人的，怕不怕？怕。怕就回家嘛。那不行，我怕僵尸，我更怕看不见你。要不你只要挽着我，我就不怕了。肌肤之亲，死定！怎么样？被咬破了喉咙的动脉，脸无血色，身躯发白。肌肉收缩，是失血过多而死的。他的血是被僵尸吸干的吗？你能确定这是人咬的？人类的齿痕跟动物的齿痕并不一样，非常容易辨认。这齿痕明显是人类的。行了，把尸体抬回去检查，别在这儿看了。把人群散了，别制造恐慌。敢冒泡，我就能逮住。这种尸体怎么能往义庄里搬呢？啊，尸毒是会传染的，万一它活过来咬人怎么办？可是我的孔大哥。孔什么大哥？你一边带着去。县长，你终于出现了啊，孔雪莉。啊，我这三番五次的叫你，你也不听我招呼是吧？翅膀长硬了是吧？县长，您什么时候找过我？我，啊，烟馆里有人冒充你。说他是县长，而且他说他是烟馆的老板，我当时就生气了。我们尊敬的县长怎么可能是烟馆的老板？他一定是在撒谎，撒谎，撒谎！骗子，骗子！骗子，我怎么可能开烟馆嘛？对呀，我是个好官嘛。是啊，对吧？气死我了！我现在就要把那个造谣生事的王坤抓起来！冷静点！你先别抓人，我当然不在烟馆，我是个好官嘛，对吧？这么着。我那天在烟馆是没叫你，但我让郑桥找你了，你怎么不来？县长，公务在身，一切为了百姓。而且郑桥，你说你是不是只叫了我一次？什么叫三番五次？说。哎呀，行，甭管几次了。我知道你伶牙俐齿啊，我现在不跟你计较，你的小辫子已经在我手里了，你给我等着。来人呐，立刻给我把尸体烧了。还有啊，这一带已经被尸毒感染了，任何人不许接近，包括你孔雪莉在内。陈天官这么着急烧尸体，明显心里有鬼。那个，张华现在算普通尸体还是僵尸？我跟你说过了，那个伤口是人类咬的。张华是不是僵尸就靠你了，这里面肯定有。
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儿。你们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这家伙证明有可能不是人做的，只有僵尸才会对银票视若无睹。这明显是有人故意设下的障眼法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算真的有僵尸，我们也应该抓住烧掉。作为警察，就应该勇于牺牲，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，干僵尸！干！你真的想好了？对。但我要先准备准备。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怎么样了？张华家，我给翻了个底朝天，结果屁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？是不是让孔雪丽全给搜走了？哎呀，不是，大人，这孔雪丽坏了咱们多少事儿了？咱办了她得了。你别去了，人家会担心的。你既然这么担心我，要不在去之前先给你留个遗书吧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听我的。记得尼克一定要回来啊，要不然的话，人家就随你而去了。嗯，对不起。之前冲你发脾气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谁让我命苦呢？哎，你好歹也流两滴眼泪出来，投入一点嘛。讨厌！我担心的不是僵尸，我担心的是陈天官。你封了他的烟馆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有的时候，人比鬼还狠。他说他有你的小辫子，你可得小心啊。嗯，这不难，有寒生在，他不敢动我。万一呢？嗯，平妹妹真可爱。孔大哥，林姐姐，哎，嗯，拿到铁匠铺，照着做一份。就赶我走，就知道嫌我碍事。知道你还不走？等会儿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能者多劳。那我也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刚到哪儿了？继续，你刚说什么来着？你醒了，天还亮着呢。这什么呀？这管的是什么呢？照着打就行了。那可不行，这我不知道你打的啥，我可不给你打。有钱你都不赚？我打铁也是有原则的。哼，怪不得大家都叫你锤头锤头，你可真是个锤头。哎，这是孔大哥要打僵尸用的。哦，那不是拿来害人的，那就行了。柱子，哎，师傅。嗯，你看看啊，这东西去准备一下。啊，可以。你等会儿。哎，你再看看，这都齐了啊。你别跟我说话。好吧，哎，好。我还生气呢。哎呀，女孩子不能老生气的嘛。那我不气了。咱俩也算难姐难妹联盟了。想成姐妹花不分家，你也是绝不放弃，两面派。其实我也很矛盾啊，要是我鼓励你呢，我又觉得对不起海萍姐。哎呀，小铃铛啊，感情哪有什么对错，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啊。你觉得要是他们终生不娶怎么办？嗯，你可以一直这么等下去的吗？回家吃饭去了。
哎，我知道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糕点。雪莉，我们是不是好朋友？你这么说，我们就有点不是朋友了。那朋友之间是不是应该要坦白？这个得看情况。你的履历上写着你的老家是苏州，但你真是苏州人吗？我为什么不是苏州人？上次我给你送了苏州的点心，你都不认识。谁说苏州人就一定要认识苏州的点心啊？那你给我说两句苏州话听听。我已经查清楚了你的底细，我去信问了，刚刚收到回信，他说有人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份捕快的任命书，并且孔雪莉就是苏州一个布店掌柜的儿子，哪有什么留洋的经历。好，你们怀疑我是吧？有必要吗？还在背后查我？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，为什么不去查查有没有苏州的方栋，苏州有没有连海平？是把我当逆贼强盗了还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只是想保护好你。怀疑就是怀疑，实在是没必要把这说得这么好听。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又是斗狐仙，又是抓水鬼，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同生共死的伙伴了。我是真的把你们当成了朋友，可是你们呢？都是我们不好，其实我和方栋也是瞎猜的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嘛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来了，一共3文钱。那个老板你好，我叫孔雪莉，我想问一下，县衙怎么走啊？啊，那边那边，哎，就在那边。哦，谢谢。嘿，你叫孔雪莉？哦，你是苏州人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刚刚自己说的呀。我一看见美女，我就紧张，我都忘了我怎么来的了。刚刚那个人骗你的，县衙在那边呢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没事。少站着干嘛？进来啊。哥，你怎么吃东西都这么好看啊？傻丫头，你突然来找哥哥干什么呀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进来坐。你吃啊。我不饿，我看着你吃。牙龈肿痛，都张不开嘴了。我这是不是有希望了？傻姑娘，没事，我吃东西面无表情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一直等也可以。孔大哥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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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快！快来看！来啊！哎，慢点啊！哟，哦，不错呀。那是，我们葛家这么多年的手艺，那没毛病啊。试试效果。哎，孔大哥，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啊！你们有药，都是为了工作。
有了这一身，什么僵尸我也照干不误。准备出发。出发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让他多打了一副，就在外边。抓坏蛋怎么能没有我？吴轩轩呢？僵尸会咬人的。有你我怕什么呀？告诉你啊，真碰到僵尸我顾不上你。啊，我不怕。行吧，叫上人，准备出发，我去换衣服。小刚，我听说你把附近的大蒜都买空了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有这回事。我听说啊，僵尸都怕这个，我就背了呀。孔雪莉，过来。怎么样，我今天帅不帅？把这个带上。谢谢。要不你再亲我一口。走了走了，我走了。出发，是出发了。包袱里面装的什么？哦，我差点给忘了。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小胖子，他说他是苏州来的，他叫孔雪莉，到处打听县衙在哪儿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啊。这孔大哥不也是苏州来的吗？怎么会这么巧有一个同名同姓的老乡呢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到县衙了吗？嗯，我给他指了一条错路。对了，我没忍住把包袱顺来了，你看看。雪莉知道这事吗？我一拿到就直接来找你了。乖乖，我们去找雪莉，顺便找那个胖子。你在这儿干嘛？你谁啊？我呀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你不认识啊？哦，是你啊！你不要说我傻，我很聪明的。哼！哎呀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去县衙吗？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跟我说，县衙在那边。你东西呢？我有。东西吗？哎，快一点！是风流倜傥。说了这么多，还有玉树临风呢。主要是风流倜傥。啊，小娘子啊！以后你是不是傻？别过去！我跟你很久了，我跟那姑娘很有缘，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的目的都已经暴露了，我们现在必须立马行动才行啊！哎呦，那小娘子的事儿以后再说，你放心，那姑娘我一定帮你搞定，行吗？真的？真的。我信你一次。你说你，走，小娘子。海平，孔雪莉呢？去抓僵尸了呀，没看到吗？耀武扬威的，刚从街上过去。哪个方向？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来，陈县长说的小辫子来了。你确定？万宝路，哎，招呼着，我出去一下。拿着。哎，破案太难了。当时我和老板娘约会就是在这附近。当时我是在哪儿撒的尿？在哪儿来着？你和他约会，记得真清楚。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摸我脸的事吗？不记得了。我记得。哎，应该是在那儿。出发。啊？右走啊？还没到呢。哎，萱萱，你慢点啊。
哎呀，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孔雪莉看着更顺眼一点啊！啊，就这，大人别这样说，我孔雪莉啊，虽然看着不是很聪明，但是我爹跟我说，这叫什么什么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我看你这叫里里外外都丑哦！对对对对，你们咸城的人都不友好。我们咸城人不好，你瞅是我们的错，行了吧？嗯嗯嗯。哎，大人，嗯，没办法，现在他就是我们对付孔雪莉的唯一武器。这次你可千万别手软，这孔雪莉她就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啊！那苦瓜脸后面，一脑袋坏水要弄死咱们。嗯，这个孔雪莉本来有机会的，可惜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次准备好了两套方案，必叫她孔雪莉死无葬身之地。嗯，哎，你们想谋财害命吗？我爹跟我说了，我要是这次出门回不去的话，他就会杀过来，到时候你们两个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行行行，不是说你，我说孔雪莉。我就是孔雪莉，你不是说我是说谁呢？哎，行行，你们要动手我就先下手为强，到时候让你们瞧瞧我苏州小霸王的厉害。哎呀，这能耐的你，你在降城就是一个啊苏州小王八。啊，别吃了大蒜，僵尸就不敢咬你了。吃吧，我才不吃呢，吃了嘴巴臭臭的，还怎么跟我孔大哥说话？孔大哥，你也不会吃的，对不对？安全第一。谁？什么声音？赶紧走，我上来。小心点，孔大哥，孔大哥，孔大哥，他怎么了？别挡路，孔大哥受伤了。头儿，
怎么这么乱？哎呀，没看出来呀，孔雪莉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我去，无心插柳啊！这下孔雪莉可跑不了了。你醒了，唐大哥。我没事。快通知小强他们去抓捕那些博士教师，是杀手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们和我一样，穿了铁甲。孔雪莉，孔大哥，孔雪莉，他怎么回事？孔大哥，孔大哥，别摇，出去。海平，你也是。小铃铛，你去帮我拿点药。走。保佑孔雪莉平安无事。离他远点吧。我听说了你找王道一算命的事。你自己是什么命？心里没点数吗？你明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要跟孔大哥在一起，这不是害人吗？你放屁！放屁你闻着，你就应该让给我，我旺夫的。王道一说过。王道一有没有说过我不需要旺夫啊？雪莉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什么都能让，爱一个人不能让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什么都能让，爱一个人不能让。你送我回去吧，等我老了你也这么搀着我行吗？为什么不是你搀着我啊？因为你胖啊。哎呀，哎呦，大人，我看见您难受，我就好比死了亲爹一样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正巧你拍马屁挺狠啊，连自己亲爹都舍得呀。我先不说你了，张驴子玩真假美猴王。哎呦，大人，您消消气吧。爷不气啊，不气。兰儿，我知道，你只是贪图我的美色。恐怕这次我真是要破相了。如果我要破了相的话，你还会爱我吗？爷，您在兰儿心里永远是最帅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大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您这头上多了一个疤，就更有男子气概了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孙猴子呢？啊，关起来了。要不我找几个人抽他几鞭子？抽他几鞭子便宜他了。我跟你说，找几人给我咬回去，还敢咬我的？行，我给您找几个牙口好的。哦，对了，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捅了一刀，不过被人救走了。哎，那就是说生死未卜了。这样咱们缓一缓，过去看看情况，如果他要给力的话自己就死了。哎，对，通知王坤
明天烟馆照常开业。太好了！哎呦，大人慢点！你棒，你棒，大人，大人端最棒了，两人都知道。大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去去去，快去！真是瞒不住了，我来帮你。你想办法发电报，发到南京，给胡汉生。哦，那你呢？先装病呗，看看情况。今天这个陷阱明显是要置我于死地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大灰狼抓出来。那我还能做点什么？演戏。孔局长还好吧？不是，很严重吗？被捅了100多刀，都捅成马蜂窝了。啊？100多刀还不死？快了，嘴里一直喊着说要见陈县长最后一面，不见。不死呢？可以满座，那你让他再死一会儿，我这就去通报啊。告诉雪莉，要挺住。好，挺住。张师兄带个口信，告诉他，孔雪莉本名李东禄，是前清刑部尚书李明昌的儿子。李明昌他勾结乱党，被朝廷判了死刑。这件事说起来也确实跟我们有点关系，你派人前去调查一下林长庚的下落。此事极为隐秘，不得透露半点风声。是，